黄子轩在会展的两场歌唱圆满结束，不过第一场的时候你不小心由舞台跌了下来，没事啊嘛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昨天呢可能嗨得滞，即是见到那些观众的面孔呢，很想行埋一点，但是个台是有极限的嘛，那我咪一夜踩了下去咯。我昨天一跌下来的时候呢，就见到嘉贤姐在我前面，她本来即坐在那里看得很开心的。是他提议我要即刻睇医生的，但是今日开完 show 先啦，好彩近排有练武功，咁就个马都几稳，所以就都 OK 嘅。嘉燕姐梗系担心啦，因为佢女女石友山系你绯闻女友嘛，咁啱得咁巧，你台下父母同阿嘉燕妈妈同埋阿绯闻女友全部坐埋一齐，好似亲家咁见面噶，你心情紧唔紧张啊？就系台下都有见过嘅，咁就因为工作关系啦，嘉燕姐佢嚟 support 我嘅时候咧，好多时咧都会碰到我屋企人，其实佢第一个见过系我细佬添啊，全家都见过晒噶啦，所以系咯，见过我全家噶，嘉燕姐，系啊。